俏佳人。八卦掌。八卦掌是中国传统武术。中国传统武术分内家拳、外家拳。内家拳主要是形意拳、八卦掌、太极拳。所以八卦掌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内家拳。八卦掌创始于清朝光绪嘉庆年间，嘉庆同治光绪年间，创始人是董海川，荆南霸县的人，创始于北京。八卦掌主要是以掌法和走转为主的拳术，他走转的时候，练功的时候要走圈，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，右边也是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圈，圈数不限，每圈走的是基本上是八步，象征着千坎艮震。旋律坤兑，脚踩八卦的意思，所以这种武术就叫八卦掌。八卦幽深连环掌，八卦幽深连环掌是八卦掌的高级套路。八卦藏衣步是八卦掌的基本功，基本功扎实以后可练习基础八掌，基础八掌纯熟之后必须练习八个大掌。八卦大掌是八卦掌的核心功法，在藏衣步基础八掌八个大掌的基础之上，我们才能练习八卦幽深连环掌。八卦幽深连环掌整个套路中掌法非常丰富，身法非常舒展大方，步法非常灵活多变，整个套路要在走段中不停的走动中不同的走段中来完成，像一条鱼在水中游来游去，像一条蛇在草丛中盘旋爬行，所以是幽深，整个套路要一式接一式，一掌接一掌，绵绵不断，滔滔不绝，所以叫八卦幽深连环掌。整个练习中要自然呼吸，气沉丹田，要以意为先，做到六合归一，意与气合，气于力合，力于意合，这是内三合。手于足合，肩于胯合，手于足合，肩于胯合，肘于膝合，是外三合。内外三合统一
体现在八卦优胜电幻掌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掌法之中，达到统一，啊，叫六合归一。在练习八卦优胜电幻掌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可以学到以掌为法，以走为用，卸出重物，脱身换影的技击特点。是吧，使掌法更加多变，身法更加灵活，步眼更加变化多端。同时由于不同的走转，练的是掌，练的是足，气沉丹田，舌顶上颚，提高牛臀，自然打通七经八脉十二经脉，起到强身健体益。第一段我先演示一遍，下面进行讲解。起势地点不限制，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起势，方向地点不限制，由自己决定。起势的时候身体要正立，两眼平视，舌顶上颚，提肛牛臀，呈正立姿势，精神集中，两手在体侧徐徐升起，在面前掌心向下按于腹前，同时屈膝坐身。出掌的时候，左足前迈，左掌在前，右掌在后，右掌贴于左掌腕部，随左足的前行同时穿出。穿出之后，
右足沿圈有一个弧线向前沿圈而行，同时双掌向里拧动，通过一步两步三步或四步或者一两步也行，把它变成青龙探爪。这掌叫青龙探爪，青龙探爪是八卦掌中最重要的一掌，是吧？有的老前辈练习这一掌能练三年，啊，就是练出走起来每天能走这一个掌，走它半小时不变式。所以这掌的重要，因为这掌要变的时候拧滚，要有上有下的，有前有后的，里面含有八面劲，同时在拧过之中出现了螺旋劲，抻肩坠肘，腕部顶出，虎口圆撑，手指向上，后手搁在他的肘下，与眉毛一边高，不要高过去，不要对下去。在八卦优胜连环掌中要走青龙探爪三圈，走这三圈的时候推着走叫推着掌也可以，但是说明你的基本功不够扎实，八大掌还没练好，应该要求是把它拧腰拧到这个地步，拧腰拧到地步一定要拧到90度啊，然后走三圈，这样才能把自己的身体每一个部位调整得很自然和顺，然后练习下面的动作，同时也体现了你的功力的深浅啊，不要起伏，不要左右歪斜，一定要走三圈啊，走三圈以后才能开始练习掌法。下面动作是扣步沿肘，当左足在前的时候右掌不动，右足在左足前向圈里扣步，扣成丁字步，一足间的距离扣成丁字步，扣完之后做深呼吸，同时向圆心拧腰，拧腰的同时这个左背掌指向上，曲肘在面前，一边拧动一边向从面前演过来，横着演过来，右手没动，这叫扣步沿肘。再看一遍，从青龙探爪开始啊，当走到左腿在前的时候扣步沿肘，这几个动作要同时完成，面仍然眼睛仍然看着圆心啊，再做一遍啊，走到前面扣步沿肘，呼吸啊，丁字步，呼吸，坐身，提肛留臀，不要撅着，哎，要把它演得非常正。下面推窗望月，推窗望月的时候左足要摆步，摆啊，有一个足的足尖的摆动，有一个弧线摆，这时候就需要胯展开，是吧？开胯，同时当他摆步的时候向左转身的时候，这个是右左手
掌心向外翻，左背向里拧动，看，啊，到这个扣不烟肘这个地方，摆，这叫推窗望月，仿佛推出去，它因为它含有一个推的力量，所以叫推窗望月。下面夜底藏花，扣成八字步，啊，扣成丁字步的时候，你走夜底藏花，拧的腰肚太大，如果你的功力浅的话，它就站立不动。所以说，我们一般在夜底藏花的时候，最好扣成一个八字步，八啊，扣成八字步，同时膝盖并拢往下坐伸，也要提肛留臀，不要这样啊，要把它提肛留臀，抻肩坠肘，这时候后手右手翻成掌心向上，在原地翻成掌心向上，在肋前向左腋下插出，叫腋底藏花。然后左足向右叩步，扣在右足的前面去，同时右掌随着它向前推动啊，然后这右手呢在左背下穿出，再看他们的动作是同时完成，唰，对，再看下面又一个推窗望月，你摆，这组你摆趴，右背圆成掌心向，又变成推窗望月。这时候再扣一个八字步，夜底藏花，啊，夜底藏花。这几个动作一定要连贯完成。再看我走一遍，你看，同时的，而且是绵绵不断，不时有停顿，啊，这个同时一藏花的时候要扣上步，再看一遍。同时，夜底藏花了。下面是行步撩衣，撩衣的时候，右掌不动，左掌在胸前向下，掌指向下，在胸前，在腹前画一个弧，撩起来。向身左撩起来，撩起同时左足掰出去向前迈出一步，行不了一，那么这个足跟着手尖通方向，在一条直线上要松肩，再看啊，行不了一，右手自然摁于左背之下。下面扣步穿掌，扣一步啊，扣成丁字步，同时右手穿出去，从左背下穿出去，这时候看到不停的动作，不停的右手到脑后，掌心向前拧伸，双足不许动。
拧身的过程中打出去，所以整个动作叫脑后摘盔，就是你看先穿后打再拧，这叫抻肩坠肘提肛留臀脑后摘盔。这个动作需要拧腰，比较难做，很多人这两个腿随便拧动，这是不允许的，因为两腿一拧动就练不到腰劲了，他这个腰就不能腰如轴里练的腰如轴里，腰上的劲就练不到了。你看这两腿不动，你看这腰，腰掌同时的上下协调，内三合外三合，六合归一，就是气沉丹田，啪打出去了。这是脑后摘盔。下面燕子抄水，这燕子抄水就是这腿向后伸，向后伸说伸成一个瀑布，要快，因为燕子抄水，小燕抄水唰就得下去，唰燕子抄水，要抄要快，伸到左手，屈肘屈腕屈掌指，再伸出来，先屈到左肋这，然后摸肋，掌指摸肋，蹭着掌背，蹭着腿，腿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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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上侧面向下指，指是指不指不到，哎，腿可以自然弯曲，弯曲，哎，这叫燕子抄水。然后随着它往前长，撩起来，撩起来的时候松肩，往前松肩，松的过程中把它松出去。下面走马虎斜，这手掌心向下按住了，再起右膝前绕一个平原，绕到右胯时翻掌给搂回来，啊，倒八垂杨柳，或搂抱的力量，是吧？啊，搂回来，这时候要上叶底桑花，这个叶底桑花因为扑了腿了，已经下来了，势子很低，再起来很难很难，所以有一个办法，这个手往前继续长直，直直直直，揪，仿佛有人揪着你，唰就揪过来了，拧腰，喝息，扣成丁字步，哎，叶底桑花。第二段先演示一遍，他从第一段的叶底桑花开始。下面进行讲解。叶底桑花之后，左足向左伸，左方向上步，同时左背掌心向上画一圆弧，这叫云片出去啊，扣步扣成丁字步，这时候扣步的时候肘一折，折肘啪搁在肩上，准备着什么呢？这一伸一步，从嘴的下颚之处穿出去，半马步重心扎下去，这叫背身突心。上步进步穿掌，这个步要插，要插，做一个插步，同时这手搁在左腋下，自然是以这个位置拧身，再穿出去，掌心向上舔一点，这个舔
回来这个田，重心转移，这个再填。那么，这个动作都是从额下出去，掌心舔一点，力量在掌指，所以叫白蛇吐信，像蛇吐信一样。云片啊，扣部遮肘啊，白啊，白一步，然后加上一个扣部，再出去，这个套路更加丰富多彩，更加美观。然后船长插腿一拧，这时候你的这手穿出去之后，这个要快，要伸出肩去，这个肩的力量换掉这个肩，这个肩换掉，仿佛这边也能打人，这边也能打，换肩，然后上右腿，然后这右腿在前面上步也是扣步云片，这个步就不要再扣了，为了练习步眼的变化，是吧，让它和顺自然，不要都是扣步摆回来，那么这个出去之后啪就摆回来啊，扣摆扣出去，穿跟那边动作一样，再插步拧身，弓腿穿进去啊，整个这个动作要做的非常的连绵不断，滔滔不绝，要练出换肩的力量，冲着两腿要扎下去，气沉丹田，看看做一个连续动作啊，走爬摆扣出，插腿，走上去，这样摆回来，这再穿出去，插腿到这一地儿，第三段演示一遍，从白蛇吐信开始。分解讲解，从白蛇吐信，仍然走一个行不了一啊，这个行不了一把步子撤回来，走一个活步，这手先掩回来，掩回来再出去，仍然是在腹前画一弧，用小指的力量向前领出，行不了一，这时候右腿跟左腿跟左足并步，屈膝坐身，同时右掌掖出去，这个掖掌要抻肩坠肘填掌心，要掖出去，这个劲劲要掖啊，打出暗劲来啊，好，行不掉一，掖出去啊，然后下面是阴阳鱼，阴阳鱼左足在右足前扣成钉子步啊，左背抬起来，不要端肩，不要端肘，要抻肩坠肘，
掌心向外张直向前，啊，推到右肩前，摆步，这右手从左肘下伸出去，穿出去，再扣步时候，左右手上下互相翻一个个儿，啊，如同昌拳的五花一样。上下翻之后，再摆步，再扣步的时候，再摆的时候手落下来，再扣步的时候，推一前一后，这叫阴阳鱼。嗯，再看这几个动作连起来，啊，再来一个，进步掖掌，啊。阴阳鱼啊，所以整个的这几个动作也可以把它叫阴阳鱼啊。阴阳鱼做完了之后做翻身掌啊，扣步，左足在右足先扣步，扣步之后继续，因为向右转走，扣步之后继续向右掰步，掰步时候这右手就往下插，手指向下插于右掌之前，右足之前，再扣步，扣的可以这个地方翻身，也可以扣过翻身，也可以。总之，扣完之后你要猫腰，猫之后左掌要向右腋下穿去，穿出去，穿出去之后，这时候已经俯身了。当他趴的是这样身子，再一翻，这样的身子，所以叫翻身掌，啊。扣步，这个插下去，仰脑的头往里去钻，钻的时候，这个背，这个直往前直，不要钻成这样，啊，这个继续往前长，长的时候，这个手，右脚，可以自由行动，足尖点底也行，或者挪移一下也行，让它很灵活，配合自己的翻身，啊，你看。发仰身朝上，一掌从头上往后插，一掌往前插，这叫翻身掌。再看一个连续动作，啊，这时候这个地方太空虚了，假设对方要向这个地方偷袭，我必然走这个磨肋掌，啊，也就是懒龙缩尾。在这时候，啪一碎，同时，上步，啊，这步掰过来了，上一步，这一步，第二步继续上，穿出去。假如是追击敌人，啊，没追上。再上一步，这个动作要连续。看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穿出去也行，不穿出去也行，继续，但是必须走三步。再看，啊，这样，一、二、三，穿也行。这掌一不穿，走到这点，这样也行。总之，这个地要手足上下要协调。啊，难走就是腿走了三下，手上两个动作。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啪，那就说这方向
手指指的方向是哪方面就往哪方走，手指指的方向了，好，上步，再上步。那么这边又空虚了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共这是啊，这样一个方向，这样一个方向，又回来一个方向，是忽左忽右，忽左忽右，仿佛那个鹞子，那个鹞鹰啊，在树林头蹭蹭穿林一样，所以整个这个动作叫鹞子穿林。再看一遍，从连环掌开始，你看，一二三，一二。啊，一二三，啊，这脚挪一下，扣一下，这闭眼，一二三，这挪一下，脚尖微一扣，哗就出去，一二三。这个掌它的方向往这边去，往这边去，往这边去，可以往这边，往这边，这三个穿来穿去，穿来穿去，方向可以在右伸掌中不限制。你可以，你看翻身掌到这了，你看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可以往这边去，大一点角度，就可往这边去。啊，你也可以，啊，往这边去，一二三，往这边去了，啊。那么这个掌是整个八卦幽深连环掌里头最重要的动作，体现出了幽深，体现出了连环啊，上下的协调，内外的合一。走完了这个鹞子穿林以后啊，下面是乌龙摆尾，磨砺八卦掌里这种掌法非常多啊，非常多，曲肘曲腕，所以叫懒动缩尾，要贴了累呢就叫磨累掌。下面是乌龙摆尾，乌龙摆尾呢，右腿向身后撤一步，啊，唰，随着脚趾的方向伸出心啊，这样，这是一步啊，这步呢在他后头插一步，都向那个方向去。可是这个呢，也是走，曲肘曲腕，手指磨内。可是他要往这边走，足是往那边去，手往这边去，要插步要做深，非常难做。啊，你看啊，一、二，啊，这个动作，一。插步，二协调，再插步，一、二，看着，最后再一插步，到这个的时候，打一个抖劲，啊啊，整个动作叫乌龙摆尾。这个动作非常难做，要用上腰的力量、肩背力量、足腿的力量。整个浑身成一整体，上下要特别协调。你看，一、二、四、有人，做成了上下起伏，没掌握住要领。有人呢，这不会，所以这个掌法很难做，一定要通时。那同时，啊，同时要用这腰杆力量，你看，同时，腰杆力量。然后，下面动作有一个击打，打完之后，这手往里掩，掌心冲内，掌背朝前，插步打出去，这叫击打。啊，对方来了。手一眼用掌背贴着打自己的手，啪啪就出去了。对，这是八卦掌的特点，击打。然后
上足部推出，再扣步上下翻动，摆步又成阴阳鱼。啊，第四段先演示一遍，接阴阳鱼。下面讲解，踢七撞打，在圈上找到起势的那个圈，当走面对圈心的时候，右腿向后撤一步，随之左腿向回抽撤并步，可以足尖点地，同时左手翻成掌心向下，在右背下向前翻展，这个右手也拧动，同时的要有抽化劲啊，仿佛对方打来了有吸化力啊，让他动作干脆利索啊，面对圈心撤步，对方打来了，我吸化对方的手背，已经在我手背下压动，拉这个地方啊，要打出壮力。整个套路中基本上是绵绵不断，滔滔不绝，发力的地方不多，这个壮掌可以发力啊。我讲解的时候发声，表演的时候可以做表，在表演的时候可以不要出声啊，走啊，撞完喽，然后向前走圈，所以这个动作叫踢七撞打，一步两步，这手的掌心对正你的圆心。第三步时候，脚尖轻轻点地，点地之后噌要抽回来，练习步子的轻灵快捷，不能整个套路都是这一个劲儿的这样走动，要多变，变化多端。所以撞打之后，一步两步，这个地方可以慢一点，这个地方慢了，这个地方就快了，有这个慢才能体现这个快啊，抽的时候要快，蜻蜓点水似的一点噌唰啊，要走起来。那么这个一点唰，这步马上走过来，就仿佛说对方来了，我在这边一打噌就到对方的身体这一侧，噌又说到那一侧。这个步演练的要非常的灵活，步子要非常的快捷啊，一二轻点噌，这双手从这个地方托起来，白猿脱逃，或者叫白猿现逃啊，双腕贴拢，抻肩坠肘，再看啊，撞了这点轻过来，慢动作抽过去，拖着，不要拖到这个地方，
走起来很难看。双眼平视圈心，所以这个动作要托着，托在右肩前面，拧腰转体，这啊，走，继续向右走圈，啊，一步两步，扣步。当他扣步的时候，又向左走圈，啊，唰，上右步的时候，这手左背左掌向前伸出，面掌指对准拳心，掌心向上，右手在头上，掌心向下跟他相对应，相对伸出去，狮子张嘴，也叫狮子张口，所以狮子张口啊。那么这三掌踢膝撞打，白猿脱逃，狮子张口，是在这个圈上对着圆圈心忽左忽右，它体现了八卦掌的风格特色和它的技击特点，忽左忽右啊，深其莫测。你再看，连续动作一二，哎，这啊，让他非常的给人一个啊非常美的感觉和享受啊。走到狮子张口以后，右足前迈的时候，向前迈进的时候，右手在面前，面的前上方，云片一周，也就是片了一个小弧，这叫云片掌，就像天空中的一片云。云片之后，用这小指外沿削出去。为什么向这个地方削？因为这个地方是冤心，圈心是假设的敌人。所以刚才我们踢击撞打也是对准圈心的，这样走也是对着假设的敌人，这样也是对着这假设的敌人，这样也是对着这假设敌人，要以意当先，要有敌情的一种意念，这样练出来，他有精神，能灌注力量，灌注气、毅力，啊。下面上去之后，削，然后再上这一步，同时在他手背下再削。这一掌没削上，这边才来刷又削，啊，连续削，啊，削掌，然后风轮劈掌，自然向右拧身，回头向右转身，摆步，摆步这步向冤心，向假设敌人劈下，连劈。带裸，所以虎口要撑开，练平了。这裸了，这上一上步，啪，这就是，啊，哎，风轮劈掌，啊，走，削，摆步，回身，向圆心，上步劈下，啊，这个足不要重心在左足，轻轻点地。啊，劈下，没劈好，扣步，没劈上，马上转身往回扣步，扣回来，扣回来之后，扣左步，然后继续向右转身，伸右腿，然后打，打，用手背，向两只手，向身体两侧，扇出去，力量。在右手，这个就叫反背掌啊，反背掌。再看啊，削完之后风轮劈掌插步，为什么要插步？风轮
面劈的时候，这个插步非常，插步的用处，这一插偷偷的插了一步，也叫偷步，这一偷这是以他为轴的，那一看整个转身，啊，整个转身，再看，一、二，风轮劈掌，插步，自然这一扣，左腿一扣，转身，这时候向下，拍打对方的胯部。这时候斜上点打，然后扣不回来了，这时候来一个反被锤啊。八卦掌法中唯一个用拳的地方，用拳的掌法就是反被锤。这反被锤这样练也可以，这样练也可以，啊，踢击，反被锤也可以，啊，啊，这样练也可以，它都是反被锤，啊，所以下面再看一下这个连续动作，狮子张口以后，一、二，啊，啊，叉，反被锤。反背锤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发力，发力，然后马上回来，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万打。八卦掌也讲究肩肘腕胯膝的打法，所以整个套路中也要有肩肘腕胯膝的体现。所以反背锤以后。这一扣步，啊，这个跟反背锤动作一样。其实，看这边是反背锤，这边要打反背锤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把这腕部顶出抬腿，让它整个套路丰富多彩，用法更加丰富，是吧？看反背锤，扣步。向右转身，踢七，万打，一、二、三步。走这三步的时候，这个不要点，落实，落实之后，就像突然的变化了，往回走，突然的，天马行空，啊，像两个马蹄子。天马行空，所以这个段落整个的是沿着这个半圈在练习，把圆心称假设敌人，练习的是八卦掌的忽左忽右，避正就邪，以走为右，以掌为法，啊，练习各种步眼掌法身法，所以要绵绵不断，是吧？再看这个段联系起来，一劈，你看打，这可以，发力，一个完了，一、二，天马行空，手背向前撑，这个手背在他后面，掌心都对着，碰出这种境界，碰在这儿。第五段演示一遍，从天马行空开始。讲解天马行空之后，接念横扫千军，上左步，左手在面前晕片，当他晕片之后上右步的时候，在他的背下
向外开掌，掌心向上，右臂向伸左，伸膝右侧开出去，可以微仰身啊，横扫千钧，横扫千钧之后，下面磨肋，左手撑磨肋掌，向后身后摆左足，猫腰低头指天，右手沿着左背外侧，掌指向上，指上指天，掌心向外贴着身体外侧，右侧外侧向下插，插地可以收足，插地啊，然后这叫指天插地，合抱在跟前，两手向外扇开展开，同时左腿瀑布啪，然后这掌掌背拍在左足面上，右手伸向身体右侧，再一扣步，必须抬得马上快，动作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一扣步，这扣步的时候不许起身，要一扣步一抱啪快，这一个动作叫枯树攀根啊，枯树上像树的树根一样，在地底下攀根错节，然后右手摆步磨肋，翻身掌，大蟒翻身，这个翻身说这个左足要扣成360度，不扣这一点，要扣成360度猫腰翻身，所以是大蟒翻翻这大翻身，大大的翻身啊，再看一遍这样角度啊，看一360度扣步，大蟒翻身啊，然后怪蟒翻身，左足摆步仍然是左手磨肋掌，磨肋扣右足，猫腰低头，把右掌插在触低头，越低越好，这手往后插，往头插，这往前插，同时足要踢出啊，踢出，踢的身体越平越好，年轻人练习这掌没问题啊，以后将来上岁数人练习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怪蟒翻身这就可以了啊，这可以了，尽可能的左手往前，这往前去，然后水平，水平之后他就要倒，要摇往后倒，这时候马上立即拦着错位，白天他倒不了了，扣步，右手穿出去，像脑后摘盔一样搁在头上啊，这叫白蛇缠身，走一边走一边原地白扣步，一边缠一边缠一边缠，两人合抱合抱合完整个动作啊，一个动作一个动作，白步同时不停的不停的拿过来，两人合抱合抱，扣几步白几步无所谓，合适了，面对收势的起势的方向了，白蛇扑草，白蛇扑草啊，左腿扑出去可以微屈半瀑布，掌心按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微抬白蛇扑草，然后并步两掌再伸两膝，然后掌心下按，膝下立正收势，气沉丹田，精神集中。